尤其是经历了昨天的风风雨雨，在这里还看到这么多人欢聚一堂，我是由衷的开心。谢谢大家，这就是 ACCA 的力量，这就是 ACCA 的希望。首先还是感谢我们的赞助商给我们物质上、经济上的资助，也感谢本届理事会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和帮助，还有我们校务会的全体成员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。